它的属性是这个哎、欸，这只是特殊属性的哎、欸，超强这个，这假的、啊？罗普岩壁链很强是不是？老爹你是鬼吧？你们现在才知道，太晚了。文老爹，赶电玩。来，今天我们来介绍我们的天元突破红莲罗岩。那现在呢，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岩面，有两只五星的，一只红莲罗岩，一只 NG， 然后一只这个都四星的啦。好，我们的目标是五星，全部五星开局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来爆抽。好，我们来战斗看看。来，布阵，现在应该是这样放没错吧？然后属性有四台岩面是相同的，攻击加成 15%， 生命加成 20%。来初级，这个颜面有点像，就是所谓的这机器人，就是所谓的颜面。来吧，开个大招吧，极速火炮，这边是破天钻，我靠，也太大只了吧！声波干扰。伤害好像不是很高，红莲之魂其实蛮可爱的啊，获得减伤哎。最热血的机甲 RPG 啊，最热血的机甲 RPG 啊，砖头是男人的浪漫。现在来到5-2，他最后的战舰版的很帅、啊、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卡池有没有、啊、轻轻松松哦，轻轻松松。积分赛竞技场，荣耀积分赛，先挤进999名吧。来，一剑上阵，这一把打输我们就开抽，应该是不可能输的。哇靠，看他只有三只，怎么强啊？极速火炮，5-3应该不会输吧，加油啊扣腰，哎，大砖头，2-1不会输，2-1不会输，不可能输的，2-1怎么输啊？2-1，哇靠，怎么可能啊？是不是要开抽了？干，这边是抽卡嘛？卡池详情，五星的4.5%，应该是很好抽吧？特惠礼包，我记得它有个手厨的礼包嘞。哦，有了，直接送大红莲一只，五星的。哎，战舰版对不对？就是这一只吧？大红莲没错吧？好，来，直接领起来，大红莲，帅，颜面。这只大红莲是必练的吧？来，等级21级，然后再开一个技能必杀技，大红莲初级，大红莲冲向前方，向敌方前方一列，造成496%攻击力伤害，41级。OK， 反正我们的目标就是整队五星的嘛，开局先这样吧。好，来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只要卡关，我们就开抽，好不好？来，一剑布阵。我的队伍上是四个火属性嘛，我们再补一只火属，让它到5只都是火属的，好不好 ？Go！ 刚刚不是说打输就抽是吗？我刚好这样讲吗？哦，哎，它可以这样哎、欸，你打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可以跳出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哎、欸，超方便哎、欸，正在战斗，轻轻松松。我前面三只都是红脸呢、欸，可以这样哦、喔，边打边抽吗？好像也可以哈、喔。好吗？我们刚刚说打输就抽嘛，对不对？抽就抽啊！来，各位观众，7788不要9，这五只感觉就是最强的嘛。一发入魂，哦，发射，有金色的，有金色的。哎、欸，我又中了、欸！研究所可以提升颜面的战斗力，来看看吧。共鸣效果，这个我知道。解锁，
这样我就可以放其他角色等级直接拉起来了。OK， 好来，直接召唤。那么各位观众，今天老爹玩的游戏是《天元突破：红莲罗岩》。那么呢，这是一个粉丝向的动画的游戏哦，砖头是男人的浪漫啊，最热血的机甲 RPG 啊，好不好？值得你试试看。平成最后的 Roba 机甲动画，我们直接开抽，召唤十次，五星五星五星，点多下一点有没有？看有没有黄色的就知道了。哇，哎，哦，十六面。真的十六面呢、欸，好，继续给不给？哎，彩色的有啊，两张，两张五星。比亚克这一次很强吧？破损输出，好 ，N 嫉妒锁定挑衅，直接两张五星啊，轻轻松松。好来，继续。有游戏声音吗？又一张五星啊，靠腰啊，我这么多张，糟糕，会不会太多五星啊？继续，难选择了，没错，真的是太多五星了。我开，有罗普岩群体破甲，这一只很强吧？它的属性是这个哎、欸，这一只特殊属性的、欸、超强，这个是假的、啊。罗普岩必练很强是不是？老爹你是鬼吧？你们现在才知道太晚了。继续抽 ，Go， 开，哦，一次三张，就是这么狂。看这个五星角很好，很好抽哎、欸，五星，哎、欸，我抽到超多只哎、欸，整体战力大幅提升，现在应该跟鬼一样强了。我就不相信我会打输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放，好不好？感觉我这样超屌的、欸，感觉对面会被我打爆哦。我真的说真的，我觉得对面会直接被我干爆，有没有看到？完全没有挑战性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战力跟我差不多啊。哦，他也有普罗眼哦，他也有、哦、等级比我高哦。那他战力 187K， 我战力 184K， 证明我们是不是虚胖的时候到了？我们来证明一下。到底谁才虚胖？我相信我的阵容跟鬼一样强啊！我战力比他低啊，只要打赢他，就能证明我没有虚胖了。扣腰，换我了！为什么他的比较痛啊？我的普罗耶尼斯代。二打四，靠腰，哎、欸，他都五星的而已，看我怎么打输他、啊。OK， 好，那天元突破，红莲罗缘，砖头是男人的浪漫。这个与近期这个大热的这个《边缘行者》《电骇判客》是同班动画制作公司 TIGGER 和监督金石洋之，这个最燃的机甲动画。平成最后的 Roba 机甲动画，最热血的机甲 RPG。OK， 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